好，刚那个，刚那首歌啊，叫做《别忘了你自己》嘛。然后其实他本来是写给那个，就是就算我虽然我是独生女，可是我是我们家的长孙，所以我们家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，就是堂兄弟妹这样。然后总共有总共有七个吧。对，因为我阿妈生了很多小孩，然后我阿妈的小孩又生了很多小孩，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。然后呢，我们每次过年的时候就是很大的一桌，然后有个猪脚啊什么，每年过年菜都一样，就有一锅猪脚，然后所有的小朋友都想要坐在那锅猪脚前面，这样，那是我阿嬷的招牌菜，对，然后还有鱼啊，还有一大盘的那个叫什么，白斩鸡，超大一盘，你们吃不完的白斩鸡之类，就各式各样的东西，然后。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气氛啦，然后吃完饭之后就大人小孩啊什么的全部围在一桌就开始玩那个21点啊10点半啊，然后就越赌越大越赌越大，然后最后大家都疯了，然后又说大人然后压超大那一整张蓝色的就压下去这样，然后大家在后面就很嗨这样，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气氛，大人小孩都很和谐。可是我每个堂弟堂妹啊，就我们家所有的小孩里面最不叛逆的大概就是我吧，虽然我到后来还是很叛逆，可是最不叛逆的就是我，所以我的堂弟妹就真的是很叛逆。然后反正他们就每个小孩都有经历过一段，他们都是很好的小孩，他们都很聪明，然后都很哇，下一秒好大啊，这是那个吗？好乐 DKTV 的 River 啊，继续讲，反正真好笑哎。然后每个人就是都曾经很不喜欢鸟家里的人，然后曾经就是想要尝试一些坏坏的事情，这样诸如此类。可是最后他们都现在都那个本来在我们家最坏，我们都觉得最担心的那个堂弟啊，他现在是我们家最有可能念硕士的那个堂弟。对，就是他的话就他找到自己喜欢的科目就是体育，然后就去考救生员啊什么，然后现在晒得很黑啊怎样，然后每天都说哦我在学校就拿一本书走路觉得很有 feel 这样，就是他就沉溺在那个大学生活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也是因为我们家有一个核心，所以大家都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我们不会放弃彼此。那这首歌就写给我其中一个堂弟，因为他那时候就让人家很头痛这样，然后就想把他掐死，就觉得你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严重，对啊，然后不用在那边那么忧郁，然后就跟家人那么疏远这样，我们都在这边。听你在干嘛这样之类的，反正就那时候很多话想跟他讲，可是讲不出来，就只好写在歌里面。不过后来这首歌对我自己来讲，就是每当我自己有一些迷失，或是有一些怎么样的奇奇怪怪的想法，导致我觉得啊，我人生好失败，或怎样怎样的时候，听一下我自己会感觉蛮好的。所以就是一首也算是一首自我疗愈的歌啦。嗯，那接下来呢，这首歌曲叫做我。给亲爱的你，这是我尿急哦。我刚刚就听他说，好想尿尿。OK， 对不起。等一下，我讲话讲久一点，不会去。不小心糗到他，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那个这首歌吼，给亲爱的你，就是我很早很早之前写的歌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刚演了《夏天的尾巴》这部电影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有。
哦，还好你有听过，不然导演在那边。对啊，那是他第一次尝试拍那个就是青少年的作品啊，这样。然后最近我们都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有看还没看过的人一定要去租来看，因为我最近又重新看过一遍，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校园的巡回，然后就去学校就有看到这样。以前还没有觉得我自己演的，我以前都还没有觉得很好看，我最近看我觉得好好看哦，就是真的很清纯的很珍贵的一段时光。然后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演戏都是真的，就是比如说吻戏啊或什么那种很害羞的感觉，那都是真的，就是之后都没有了。真的，总言之它是很珍贵的。对，就是啊，不是啦，不是这样讲，反正那是一个真的很青春的电影，很深色的青春电影。然后我们都在开玩笑说，如果是现在开始卖的话，会不会票房会不会差很多？其实我觉得有可能。那最近国片那么好，那个高中生都很支持国片这样，因为我们去高中放，然后每个人都哈哈笑很开心，然后最后看到吻戏还拍手这样，就很嗨。对啊，反正没有看过的人赶快去租来看。然后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帮这部电影里面就写了一个插曲这样子，叫做给亲爱的你，然后是给那个电影的男主角，就是张瑞佳，他在里面饰演一个韦特，就是一个很忧郁的少年这样，然后就算是跟他讲的话这样子。很想跟你说，如果丢掉一些傲慢，你会活得更快活。很想跟你说，女孩子般的笑脸浮现，让人好快乐。需要那么快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也不需要那么急着想成为一个大人。你不需要那么执着那些繁琐的忧伤。哦哦哦哦哦牵着我。
不要再哭泣，不要哭泣。谢谢。